左边的也要开始做。左边的话就比较简单，因为它没有断差的问题。我们把线拿过来挂在左边，先织两行，好，挂上去之后线稍微长一点，挂上去之后先织正面织一行，背面织一行，我们 再开始做两行收两针的两次。好，我们现在要做左边的，这边是左边的，我们可以看到袖子在这边，然后刚刚的这个线头我们稍微在线上绕一下，然后这边开始套收两针，织第一针第二针，第一针套过来再织一针，再套过来，待会到正面再套一次。好，我们这边的两行收两针平收的这个两针已经做完了，然后我们现在到正面了，到正面了我们就开始做两行收一针六次。我们先做，它做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第一针织完，然后线绕到前面来，直接织上针，因为这边是上针，要用上针去盖下针，所以织掉上针。好，然后再织过去这一边。好，我们先把这一行织掉，到正面呢还要再收一次，总共要收六次在正面。这边要收针的，我们把它收掉。这边暂时还不用做花的，因为刚才才做完。然后再到背面，背面的话照织，背面什么上那个收针放针都不用做。现在在正面两边两针上针，我们收针就要用上针的收针法，织一针绕到前面来，两个上针一起织。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从中间这样穿过来，两针上针一起织，然后线绕到后面去，然后再开始织下针。这样我们就收掉了两针了，还要再收四次。我们现在到正面来，正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这一针是上针，这一针是下针，我们要以下针来收了。我们先把第一针织掉，线绕到后面去，这两针就一起织，就又收针的方法，两针一起织，这样就收掉了三针。然后待会也是用右收针，这样子总共这边要收六针，我们已经收掉三次，还要再收三次。我们把三次收完之后再做下面的。好，我们这边收到这边，左边的这边跟右边一样，就是这边的肩膀跟右边一样会碰到这种同样的情形，针数会就是相撞在一起，这边要收这一针，这边也要收这一针，所以我们会变成三针并一针，把它并掉，因为这边刚好是最后一针了嘛，我们把它三针并一针，就用这一针整个织过去，这边三针一起织掉，好，就并起来了。然后接着我们领子不用收了，只要收袖子这一边的就行了。那袖子这边刚好也要做花了，我们就把它给做一掉。好，这样就做掉了。把这四针的花织了，还有一个边上缝合的针织掉，然后再织到正面来，再收肩膀的，肩膀的针数也会产生一种不够的情形。我们先上针，好，我们同样这边会跟那一边跟这一边又就是跟我们这一边一样产生同样的情形，我们会往这边的，我们所以要变换它的收针的位置，先织第一针，然后这一针跳下来把这一针上针收掉。好，这一针是上针，我们就照织上针，然后这边一二三四五，好，再织到正面的时候再收。
三四五，好，上身正面是，然后这边，好，再到正面来，再到正面来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往左边那边收过去，这一针跳起来，收这一针，好。我们再织背面，因为我们这边织完的时候刚好针数收完，刚好跟右边的针数那个行数也会一样。好，然后再继续，我们这边同样也碰到了跟右边情形一样，做花的位置先做，做了之后再收，位置调好，然后这一针跟这一针合并，然后背面照织上针，直到正面织一针，再收掉，就剩下五针了，还要再收两次。好，然后这两针再并在一起，还要再收一次。这边收最后一次了，同样两针一起织掉，然后再织到正面来，我们套收掉。好，这边了，然后我们把这三针套收掉，一身就完工了。这两针套收，然后再套收线，拉出来，然后把线剪掉，这样就完工了。我们现在开始织衣袖了，然后同样起针起一上一下弹性起针，然后要起42针，就2、4，我们会多弄一点点，然后用来缝合袖子用。好，我用8号针起针。同样跟医生的起针法是一样，用绕线的，1、2、3、4、5、6、7、8、3、8、3、9、40、41、42。好，42针我们绕好了之后，同样也是下针织上针不织，织两行。好，我们先织下针不织上针不织，织两行，然后再上下针都织螺纹，总共我们要织的袖子的螺纹总共要织16行。我们先织把螺纹16行织出来，然后我们袖子还要再加针。我们先织16行，我们袖子的第一行、第二行下针织，上针不织，我们已经织完了。然后接着我们就是上针也要织，下针也要织，这种上针也要织，下针也要织，要织14行。然后加上我们刚刚前面的那个两行起头的两行，总共16行，这就是我们螺纹的长度，袖子长度，下针织，然后上针也织，下针织，上针也要织，然后下针织，上针也要织，就这样织法。现在开始这个是第3行，然后总共螺纹长16行。先把螺纹织出来，我们袖口的螺纹织完了，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放这个元宝花，放在袖口，要放这一朵的，因为这边是三针，旁边也都是三针的。我们一开始同时我们要加针哦，加针的话先织，然后拉到前面来，绕到前面来两针，然后加一针，这一针是上针的，然后过来我们叫做下针，要8针，就是1、2、3、4、
5、6、7、8，然后接着这一个是上针，一针上针，两针上针，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刚好是三针上针，2、4、6、8，这是元宝花，然后再两针下针，然后这个空针我们到背面再补，然后剩下来这边全部都是下针，我们这边已经织好了，知道后面这边一样的，同时我们这边也是两针要加一针，1、2，两针加一针，1、2，两针加一针，1、2，两针加一针，再1、2，再加一针，再1、2，两针再加一针，我们整行都是这样，两针加一针，两针加一针，这一针同样是下针，然后接着我们到这边来，这个是上针，要加一针的话，然后接着是1、2，加一针，这边是3了，4、5、6，然后7、8，好，这边刚好是三针上针了，线就绕到前面来，上针，我们可以看得到，然后去换针，这边刚好也是13针，我们可以看织出来就可以看得到了。要同时我们要补，要一针、两针，这一针是上针，用扭针把它补掉，然后再1、2，然后3针、4、5、6、7、8，然后这边是两针上针，这个是扭针补掉，好，剩下来都是下针，这边只要有空针的就要用扭针把它补掉，针，好，用扭针补掉，这样子就62针了。1、2，这个空针你要做扭针补掉，然后再一针下针，然后接着就是元宝花的位置，是一个上针，然后扭针补掉，然后织8针，下针的正面看到的是1、2、3、4、5、6、7、8，然后边上刚好是3针上针，因为针刚好是用来缝的。好，我们花就正确，然后接着我们就照这个花纹织，然后织的时候，我们接着看这个图样，我们要袖子要每8行加一针，要加9次。我们现在先等于从这个正面开始算起。刚刚加针的一个算起，算8行，然后再开始加针。我们先织8行，就是连这连我们正反两面刚刚定花的位置的算起8行。我们袖子这边织到这边刚好8行，就是这边的8行。然后我们接着就要开始加针，我们加针要加在这个地方，跟这里就是中间的平。中针的下，中间下针的两侧，我们先织到这个地方。好，这边3针我们照织，这边刚好我们不用做花，我们就织下针织过去。然后我们加针使用的是空针的加针，然后到背面再做扭针。好，这边。这边可以看到，这边下针了，我们就直接织下针，线拉到后面，它就会出现一个空针。好，我们然后再织到这个尾巴上这个地方，再做空针。我们先织过去那一边。这边的话都是织7行，第8行加针。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要这么做，
总共要加九次，加九次完毕之后会变成80针。我们先织到这一头，最后3针。好，到这个地方，这一针下针织完，我们把线拿到前面来，然后绕一圈到前面，这边又是一个空针，然后待会我们到后面再做扭针把它补齐，就让它不会有个洞。然后接着从背面开始算，织7针，织7行到背面，从背面开始算，织7行，我们再做收针，再做放针。好，这边3针。好，这边3针，正面开始上针，然后这边8针，正面看是下针。好，这边是上针。好，上针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刚刚我们放的空针的，我们把线绕到后面来，从前面绕到这一面，这是背面，绕到背面这一边，织一个做扭针。然后织到这一头也要把这个空针补掉，做扭针的补掉。好，这边是左边的，这边背面的左边就要到空针的地方了，这边空针我们同样从后面往前织一针，然后线绕到后面去。好，织正面看到会是上针。我们就这样记得，织7行，第8行加针，织7行，第8行加针。好，我们就是这么织，总共要织到这边，8行加1针，加9次，然后再织4行平针，它才会跟衣服上的花有符合到。所以这一段总共是82行。我们袖子这一段的长度已经织够了，已经织到了这个位置了，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收，先收套收6针，然后套收6针的时候就从这边右边开始先套收。好，我们就用下针套收好了，织第一针，然后织第二针，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1针了，然后再2针。这边本来要做花的，因为我们不做了，因为我们要套收掉了。好，针3针、4针、5针、6针。好，这边就要做花，我们就做半，也就是做一个半朵，做半朵的元宝花。我们这边做半朵的元宝花。然后半朵的元宝花，也就是一朵一整朵的麻花。好，我们现在先把它做掉。好，然后就织4针。它这样子的话，它才会跟衣服身子上的另外的那半朵的麻花凑成那个凑在一起的话，刚好缝在一起，刚好就变成一朵元宝花。现在又是上针，我们先绕到前面织上针。然后我们这边过来是下针，我们就一直织到后面，织到这一头，要到背面我们再收针。我们先织到这一边的背面，但是这边要记得，我们只要做半朵的那个麻，半朵的元宝花，一朵的麻花，另外这边的不用做，因为我们要到背面收针，所以我们现在先织过去那一头。好，我们现在已经织到这一边的左边了，然后我们线绕到前面来，织2针上针。然后这边有那个一朵麻花，我们也要把它做掉，也就是半朵元宝花。好，从这边调过来，然后织掉，然后再织到后面背面，我们再收针。接着我们从背面
套收六针，因为这边套收了六针，我们这边也要套收六针，就用下针的套收好了。这样子是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六针，然后绕到正面，这先绕到前面这边来，然后才开始织上针。我们接着，然后这一行，算下去的话就是要织三行。好，我们再织这，等于是这一行加下去再织三行，然后再收针，收二减一，26次。我们这边已经做完这种补，这两行已经补完了，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做两行，收一针，收26次。它收针的方法不是在边上，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收的方法是这种收法。我们先织过去，这四针加边缝的一针就五针，然后再两针上针。好，到这边我们这个挑过来，挑过来，然后两针一起织，这样就斜过去了。然后这边到这边我们再收，我们先织过来这一边，然后现在开始只要到正面就要收掉一针，就是像现在我做的方法，左右各收一针，总共要收26次。这边已经到左边的位置，要收针的位置，我们这边左边就又收针，两针一起织。好，接下来就要记得只要到正面的这个位置，就是同样正面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这两边都要各收一针，收26次。我们现在先收，我们这边刚刚收完针，然后到正面来的时候，刚好这边也要做花的位置。它虽然是四针，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四针麻花，织一针，这个麻花还是要照做，然后一面收针一面要照做麻花，因为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袖子的麻花才会跟衣服上的麻花，然后合成缝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元宝花。好，我们就这么织过去，然后这边上针照样织上针，同样这边遇到那个收针要挑下来收，那一边也是一样。我们衣袖这边二减一，26针已经收完了，然后最后只剩下16针，然后接着我们这边一段就要用到套收，把套收掉，织第一针、第二针，然后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然后再织一针，再套过来。这边16针全部用套收，把它套收完毕。好，这边最后两针，好，最后一针，然后把线从这边拉出来，然后线剪断掉，这样我们袖子就完工。那我们现在袖子套收完毕之后，记得还要再织一支跟它一样子的，两只袖子要一样，这样我们才能够才正确。好，我们现在再继续织另外一只袖子。我们两只袖子一身主要部分全部都已经织完了，然后接着我们叫缝合。我们缝合这一边是袖子，这边是后身。我们缝合的方法就是从腋下这个地方开始缝合，我们那个平收的那个六针开始这边，然后跟这边的袖子，这边从针从下面穿上来，然后这边从上面横穿变成这样，然后缝起来之后，我们针也这边也是横的到隔壁，这边横的到隔壁，这边再横的到隔壁，这边也是横的到隔壁，它这样才会对得起来。然后真的再横的到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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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到这边了，然后这边，然后我们记得缝的时候要这个地方都要对得上。好，我们这边对上，因为我们针数算的是刚好的，所以它不会歪掉。好，这边衣服全部都用这种方法缝合起来。这边斜肩的地方就是这样缝，我们再缝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是元宝花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缝起来之后它元宝花就成为这样子的了。袖子的地方要对着这个地方缝，等身子缝好之后再缝袖子，我们前后身都是这样缝。我们先把这边缝完，我们前后身衣服的这个肩膀这边已经缝好了，可以看出来它这边已经是元宝花了。然后接着我们要缝衣服的两侧，我们先缝这一边好了。然后这一边缝法反正两侧缝都一样，它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是短的，这边长的，我们要不让它有一点开叉，所以我们从这一条这个起头的这边我们有留一条线，我们就顺着它这个线的走的那个走势的位置把它转上去。然后我们转到这边了，这个地方的位置跟这个地方合并，这个地方是我们螺纹的位置，我们从这边调整上来缝，这边也一样调整缝，两针一缝，我们就用这种方法两针一缝缝过去，缝到腋下的位置。那袖子这一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第一针的位置，我们就从这边挑起来，挑一针起来，把位置先固定住了，然后接着也是同样两针一缝，这边第一针一针缝，然后接着就是两针一缝，这边我们可以看两针，这边也是两针，这边也是挑起来两针，然后这边也是两针，我们这边也是一直缝，缝到腋下，然后再跟衣服斜边的那个线打结，把线藏在腋下那边的缝里面。这边是身子的斜边已经缝好了，袖子也变成这个样子也缝好，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来挑衣领，挑衣领总共用要挑140针，然后我们从后面的就是这边的衣领开始挑起，然后这边因为一开始我们这边是留着有预留的那个针，它比较有弹性，所以我们要用挂线，从这边开始，一开始我们就织下针、上针、下针，我们织到这一边这一行织。织到这一头，然后再从这边开始挑起，等于是从袖子上开始挑起的。我们这边已经把后面的已经织完了，然后我们接着就从这个旁边开始挑针，挑针的话我们就用下针的挑，从这边旁边第一针开始挑起，我们就要记得总共要挑140针，这边挑针我们就用下针挑了，然后前面这边的话也是要织成上下针，所以要算得刚刚好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到了前片的，前片的中间的这一段，这一段也是同样要织上下针。我们这边的话刚好这一针要织下针，然后上针、下针、上针，好到这边了，这边上针。
后，我们这边开始，同样这边也是一针一针的挑。这样一针，这边又是一个针，你看到啊？我们这边讲一针一针的这样挑过去。我们衣领的140针已经挑完了，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正式，从这一行开始算起：第一针下针，第二针上针，我们就一行一针上一针下。这种织法就是下针上针下针上针，这种织法我们总共要织8行，不包括刚刚我们挑针的那一行，要织8行，然后我们才能够缝合。我们先织8行，我们现在8行的行数，螺纹的行，那个衣领螺纹行数已经知道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缝合。缝合的话，弹性的缝合法，第一个下针从后面往前，好，把这一针退下来，然后接着第二针，因为是上针，所以我们要把前面的一根棒针上的最后一针，这一针上针从后往前，然后这一针的上针前往后，做成一个一对的一组的，然后把它拉平。好，然后接着这边下针，我们把下针挑起来，跟这边的下针，好，做成一组，好，再拉平，然后上针从后往前，前往后，好，然后下针前往后，后往前。然后上针，后往前，然后前往后，然后下针前往后，后往前，然后上针，后往前，前往后，好的，拉平。然后接着下针前往后，后往前，我们把它缝完，然后再上针后往前，前往后，然后下针前往后，后往前。好，我们一直缝到尾巴上，这边接头的地方我们再收尾。我们这边已经缝到最后几针了，我们把它缝完封口。好，然后这边是下的下针，同样要记得前往后，后往前，然后接着过来是上针，后往前，前往后，好，然后再下针前往后，后往前。好，我们这边要封口了，这边前面这一个有一个半针的上针，我们把它挑起来，跟我们起头的第一个上针这一针，我们把它弄出来，这边把它挑出来，这边啊，这一针就是从前往后，它就变成一个对子，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半针的下针，把它挑起来。然后这边因为没有半针的了，我们直接把针穿到这个缝里面，然后拉平打结，这样就完全看不出来了。我们在这边打结，好，然后再往前走几针，然后我们把线抽出来，然后剪掉，把它拉平，衣领就完工了。这是衣服正面织好的款式的样子。
这是衣服背面织好的样子。